迎谢律师。穿着围裙现身公益活动，谢振武和小朋友一起制作圣诞饼干。但谈到自己的圣诞节，他似乎有点无奈。你知道，工作真的很忙，我每一年圣诞节大概都是在摄影棚过了。振武啊，早上好。这几年工作满档，不只是主持，广告代言也是不间断。你感受过植物对头发的呵护吗？从保健食品再到洗发精，好好先生加上律师的专业形象，让谢振武可以说是老少通吃，荷包赚满满，钱也没有乱花。过去把五成储蓄摆在房地产，三成放在股票和基金上，另外一成选择医疗型保险，剩下的才留在身边零花。理财部分，大概我就是比较保守型的理财法了，每个人个性可能不太一样。所以大概就是最重要，我觉得理财最重要一点，量入为出。律师不只像节目上看到的能言善道，对于理财投资同样很有一套。三立新闻黄宝彤、丁馨亚台报道。